贵宾，欢迎搭乘景广航空波音747班机。本班机即将起飞，预计6:30抵达目的地。150分钟的飞行时间，我们为您提供即时路况、丰富的资讯以及好听的音乐。现在就请您将安全带系好，以备扶正。我们准备出发喽 ，Let's go！没关系，再撑一天，我们就要准备过农历年咯，9天的假期就即将要到来了。那今天节目一开始，先送大家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。真要人快乐无得餐，因为出香我准备日工，一路欢畅，如果好时光，一切不寻常，开心眺望，梦就在前方，为了理想昂首往前追，有缘作伙我起来饮一杯，在心也行到南门口顶，接受伊热情的邀请，成功的路咱做阵行，后我写庆祝咱的定影，不免惊一切拢是注定，认真打拼。写真要人快乐无得餐，因为出香我准备日工，一路欢畅，如果好时光，一切不寻常，开心眺望，梦就在前方，为了理想昂首往前追，有缘作伙我起来饮一杯，在心也行到南门口顶，接受伊热情的邀请，成功的路咱做阵行，后我写庆祝咱的定影，不免惊一切拢是注定，认真打拼。这首歌叫做水影，哈，真正有够厉害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听了就水影，啊，你看到嘛水影，啊，你唱嘛水影，是不是真正就厉害嘞？哈，让我们来热烈掌声欢迎翁立友。好，志明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翁立友。很厉害哦，这个歌名是这个意思吗？马上就赢了。真的哦。对，而且呢跟我这个专辑啊主打歌叫棒球饼，放手一搏，哦，非常的这个互相呼应的很好，是哈，哦，放手一搏之后就水牙金价喜哦，这种应景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去，今天去摸两圈之前，摸八圈之前，一定要赶快听听一下翁立友的歌。当初呢，我整张专辑拿到的时候，因为每一首歌的编排啊，都决定在于我们老板的身上。是，那老板这样的编排，我说好棒哦。因为 CD 的第一首就是水牙，对，然后呢今年呢大家如果买 Only 有的这个放手拼棒球饼的专辑，你看可以一直 repeat 这个水牙。你看那个刚刚那个气氛多欢愉，对呀，啊，也有财神爷啦，对呀，阿毛多尊的杠，对，都是我们最想要的那种，哇，过年的那种气氛，是啊，哦，真的非常的应景，而且就是完全是要抢这个过年的人潮，是，而且一开始就有这么喜气的歌曲哈，嗯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歌名取得好厉害，
放在任何时当都很，放在任何时间都非常适当。像现在正在开车的这些好朋友们，对不对？对啊、这个时间就是又有一点、有一点点这个疲劳的时候，你看就是。放这一首应景热闹的歌曲、啊、可以提振一下精神。哦，问江先生公一听，哎，客人就上门了。哎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而且呢，因为这首歌，我们的翁立友立刻转身变成一个动感的台语天王。现在呢，这一阵子有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听到孙雅，看到这个孙雅的 MV 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一首歌在全台湾，嗯。大约有30000间的这个 KTV 的包厢 是都能够看得到、哦、就是只要我们一进去还没开始点歌消费的时候就先看到这首歌，他就一直播放了，就洗脑。对，就洗脑了。那我也有问过那个业者啊，他们说，我问说这首歌要播多久，他说要播到你当阿公可能还在播。那会不会太烦了？他不会，不会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精华都弄到这一首，是哦，所以啊，对。而且听说这 MV 非常的用心，还跳舞了吗？热闹嘛，热闹，跳大腿舞是不是？啊、跳很多很多，还有跳那种那个叫卓别林的那一种，哦、对，有点那种以前那个舞台的感觉的那种舞蹈嘛。是是是，因为这一首歌，光是一首歌的这个 MV 的、花费。嗯。就是一天之内就可能花掉了160万左右。你以前没有跳过舞哈、哦？没有，没有啊，首次哎。就越来觉得越来越人生嘛，什么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束缚哦，真的、哦。然后呢，要勇于尝试，尤其是在新的一年，我觉得，嗯，你知道去年哦，2012年的12月21号，是，对不对？是。玛雅人都在预言嘛，世界末日。是啊，结果你看多巧，没有来啊。我当天，我在做什么？你在跳舞哦。没有，当天去金门。哦，去金门。然后呢，就是去拍摄放首拼整张专辑的这个主打歌。OK。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太武山的那个、那个山上啊。是。那一天艳阳高照。突然我有一种感觉，都快世界末日了，我还在工作。然后我就看到，我都看到那一些工作的团队有没有？大家为了坚守自己的岗位哈、哦，就是。就是一股傻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傻傻的，我都在想说，都快世界末日了。可是你看，大家还这么拼，大家还那么拼，对、啊。可是让我唱完歌之后，我整个人起鸡皮疙瘩。嗯、为什么？因为、你看，那不就代表这一天过了，大家没事，不就代表我们全部的人都重生了吗？对呀、啊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啊，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？嘿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突然就觉得哇，茅塞顿开就对了，就会觉得说。如果以前我有所固执或坚持、或者想做是不敢做的，是我今年一定要放手拼，真的哈、哦嗯。所以你看舞都跳了，电影也拍了，对，打算那个演唱会以后是要吊钢索还是要？只要不要翻跟斗，对，只要你们喜欢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哦，真的哦，是接下来要向罗志祥挑战，就是最主要啦，因为我觉得歌唱事业它是一个服务业，那我觉得说能够带给歌声能够带给大家抚慰或者是感动，那也是 Only 有很有成就感的一个 moment 嘛。是是是。那如果说跳舞啊，虽然我跳得不好，如果能够让跳到让你们觉得好笑，那也是一种功德。不要这样讲，哦，这是有另类的舞姿，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啦。是，人啊，台湾人讲哦，生意啊，叫水滴啦，哈，非常非常的有诚意，在这个 MV 当中。是是是是。好，刚刚讲了，我们还跑到金门去拍这首第二首的主打歌的 MV 嘛，对不对？棒球饼，棒球饼。哦，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地点呢？这一次在那个金门，其实。完成了整张专辑的 MV 拍摄，还有去金门拍了一个微电影哦，而且是台语歌手的首创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因为金门的整个地方，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点是，在县长啊，是他这几年大力的在推广这个观光，然后所有的金门乡亲哦，每一个人哦都好像是导游，真的、哦，我跟你讲。很多人应该都会认同立友所讲的，因为每一个乡亲他们都觉得身为金门人很骄傲，他都可以边开车
边跟你介绍，你看这是就是我们金门酒厂、哦、然后这里是什么地方、嗯、然后呢要吃贡糖要到哪里，对，任何景点都可以侃侃而谈，然后一条筋哇什么、哦、他们每个人都变导游，那我也觉得哇，那一片土地非常非常的活络，是也非常非常的温暖，是。然后再一点就是，其实县长这一次也蛮照顾利友的、嗯嗯、啊，我们李沃士李县长，嗯，也给利友一些资源，像我的微电影，他也带着夫人来嘎一甲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真的，而且那个县长哦，嗯，我觉得好厉害哦，真的，他几乎啊，嗯。几乎一次 OK， 而且演得非常的自然，我们全场的工作人员演完都给他拍手，都不用 NG 的，好自然哦，是哦，怎么会那么自然呢？对啊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这样子、哦、对，好、嗯、我们来先听这首歌曲、哦、这首这个特别到了金门去取材拍 MV 的好听的歌曲，是、哦、棒手饼，棒手饼，占赢，咱用血汗来打拼。人生的遭遇，哪通什么拢如意？上惊一世来赌气，赌伫半世无用命。为着前途，跋山过岭，为爱不知寒。虽然是无命的小卒仔。志向嘛真大，坎坷的路咱认份来行，好运来就放手拼，失败到最后才知输赢。在台八十六线东向的八公里，接近国道一号的仁德系统路旁，人在烧东西，浓烟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。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安坑隧道这边，内线车道有六部车辆发生事故。好，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Only 友，来跟大家聊聊最新的专辑哈，这首歌曲《棒手饼》。对，哎，我每次听你的专辑，我都觉得说。好奇特，就是像这种励志歌的时候是一个感觉，对，就觉得哇好励志，全身充满了热血，就这样暖乎乎的感觉。可是当我听你那个什么魔力外戏，对，就觉得哦这个人好痞哦，是对啊，我就是、就声音的转换好厉害哦，因为我觉得就如同那个视频一样啊、哦、就是说你看哦，我们都是透过声音来让大家感受到声音里面的抑扬顿挫，嗯，然后喜怒哀乐，嗯，那这个就要有那么一点点用心，就是如何让声音、嗯、让听的人、嗯、他听出那个画面，是听出那个灵魂，嘿，那当然你不能用一种声音的表情来做一个传输嘛，嗯嗯，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会跟制作人讨论，就是说不可以用同样的个性，对呀、啊，不能说。唱励志的也是这个个性，然后唱比较、嗯、动感的、嗯、比较可能痞一点的东西、啊、你也是很正经、嗯、你其实要奔放一点，是是是是，要嗨一点，这样子，对对啊，因为听那个就像之前的猜喜的世界，对、哦、跟这一次这个魔力外戏是就说哎呦，不是那个唱励志歌的 Only 有吗？怎么声音听起来好痞、哦、因为我都会想、哦嗯、就是说将心比心，是因为我也是金广的听友之一，因为我们常在想，嗯，如果今天从台中或者是台北开到台中，你看那个路程大概要两个小时，在高速公路，嗯哼，那可能一张专辑里面有十首歌曲，对呀、啊，如果这十首歌曲它都是一样的，那很快我会觉得说我会很快就想睡觉，不行，哦，那一定要有一个起承转合，对呀、啊，你看它可以很励志，可以很深情，又可以有一点点这样顽皮，对。哦叫搞哎，其实唱歌跟生活啦，唱歌就是在唱人生的一个小小的 moment 跟片段，嗯，那人生又好像每天我们用心的去生活，感受出来的，那就是每一个人的机遇不一样，哦，人生。